你要去哪里？ Hello。 远警轰报到场，一名黑男竟然冲到马路上，不顾路上车子多，到处乱跑，穿越车道。如果驾驶怕撞到他，赶紧急刹。你再走啊！你刚刚不是报案你要去哪里？不管怎么大声呵斥，男子就是不听劝，行为相当危险，甚至还挑衅远警。吴先生，哎，好香啊！ 36岁的吴姓外送员打110检举另一名同行，指称对方改装机车排气管，但远警到场报案人却情绪失控，一下乱跑，一下乱骂人，现场至少派出7名警力压制。 地点就在台北市大安区通化夜市，当时来逛夜市的人潮很多，而两名外送员就在饮料店门口等餐，却因此爆发口角冲突。原本是两人纠纷，演变成警民冲突，引来不少逛夜市民众围观。警方调查吴姓外送员有妨害自由前科，类似情形也不是第一次发生。由于当下他情绪激动，最后遭保护管束强制送医。TVBS新闻高子、黄静芬台北报道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